这个不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来，先起来，先起来，先起来，上线又吐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还有还有，还有大的，还有大的，哦，都好压迫，哦，这个好大哦，这边好大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不要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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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冲冲冲，等一下，好，冲，走走。小心小心，走走走走走，回，赶快回，好，有，有有有有有，哎，好像过了，啊，耶嘿，耶嘿，棒棒，棒棒打，棒棒打，耶，可以吗？差不多哦，哎，这个可以可以，还像不错哦，这个像不错，可以吗？状况不错，走啊走啊走走走走走走，不要拿到奖哦，好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来先起来先起来先起来 ，OK OK。离开船离开船，你看你看，有没有断了？没事没事，峰哥你们没事吧？就这样，没事啊没事。嘉你先高，好，刚好我这边 OK， 好 OK 了 ，OK 我上了，好，峰哥上，好，好应该可以了，可以过，其实是可以过哎，等等等等等。哎呀，过，先过过过过，走走走，滑滑滑滑，滑对滑滑对 ，OK OK OK OK， 对对，继续继续 ，OK OK， 好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OK OK OK， 够够够，滑滑滑滑滑，没带钱的，这个不行。好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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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拿住哦！好，拿住，拿住，撑住，撑住！身体压稳，身体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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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对。哇，刚刚好痛嘞！你说浪吗？对啊，打我的超痛，我整个腰都要被折断。Yeah. OK OK， 好，可以稍微慢下来。我先喝水哦。伸展一下。哎，我也想喝水。你水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有空就赶快补水。好。好，大家集合一下，靠近。哎，波哥，波哥，有集结。我们稍微靠近一下。没事，我慢慢。天哪，完蛋了！我觉得我快晕了。我也是。真的、喔？你是会晕船的吗？对。哎，那下次要吃药哦。大家身体状况都还好吗 ？OK, okay.。有没有有没有那个补水一下？可以补水一下。上线有点可以补水一下。受不了。上线吗？对。反正我就看远方是。就是等一下、啊，我如果你在有不舒服，随时跟我讲。那等一下你可以尝试着看远方，不要看桨。各位，我们要加油，爱环境啊！哈。OK， 不然你看以后我小孩可能过来这个苏花，可能都全部都是看白秃秃的一片了。嗯，哎，不行了，有人要吐了，有人要吐了。好，赶快出发。好，那个什么，那个瑞茂跟昌宪，我再跟你们确认一下，一到十分，你们现在有几分不舒服？我就是快吐了。他应该八或九了，感觉。我就是一直滑，应该还好。五六，对。好，就是一直停，一直闻，一直停。好 ，OK，OK，OK。Okay, okay, okay, okay.那我们等一下，先往那个山头先滑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整理好一下，我们再继续。好。你想吐想停下来跟我讲哦。OK 好。好，出发。他说他真的快吐了。哦，就吐。他说他在集结的时候那边飘，很想吐。没关系，就让他吐。好。干嘛？就吐一下啊。好。不要给妈妈看到就好。我是觉得就照常走，除非有生命危险。好。对，如果没有生命危险。好，那一个月之后要去石原岛的人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你们那个汽油味受得了吗？真的，汽油味不行耶。这是想吐的原因。真的。啊。酸梅，酸梅。酸梅。
下面好酸哦、喔！啊，而且还有点咸咸的，酸酸咸咸甜甜的。对，吸吐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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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真的很臭，我会越超难受的。所以我说鼻子吸一个，吐两次，你会吸的少一点。哇！想吐了吗？要吐吗？好，等一下。哦。哇，我已经酸到这里了。对，吐。可以吐，可以吐，吐出来好一点。哇，好尴尬。你们要停吗？没有，你们走，你们走，你们走。我有点想吐。哦，好。好，你们先走，你先走。烟味。好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可以，可以。小心哦，大哥。好，一、okay. ，二、三，走。那个 Kid， 嘿、hey. ，你要叫住昌宪。叫住昌宪，对，你们要保持在喊得到的距离。OK， 好，你们两条船同一队。好，昌宪慢一点。好，慢一点。那我们跟我们的队长。哎，卓哥，他说你要在叫得到的范围里面跟你的队长，就跟着跟着队长，不要拉太远。你听得到声音为距离，听得到声音为距离。他吐了吗？吐没关系。挖吐，先挖吐，先挖吐，挖深一点。我靠左边，挖深一点，昌宪，挖深一点。这边吗？你靠左边吐。我们先走，我帮你压。好，我们停，等他们，等他们，等他们。好，挖深一点，对对对，挖深一点。吐完会好一些。啊！我从以前外景，只要跟船有关的晕爆，我是绝对晕，只是有没有吐而已，大概。五次吐三次这种，那你怎么还敢来？我现在只要去做一件有点困难或者是很难达成的事情，我都会觉得会让我的儿女、让我的家人觉得，哎，爸爸很有理想、很有冲劲、很棒的一个父亲。我觉得光这一点就觉得哇，也有一些力量。那我要赶快止水哦。哇，爽了！你的水在里面吗？酸梅，漱口水喝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酸酸的东西给他。不能酸酸的，想喝一点吗？我不要。现在先不要啦，先漱口，然后喝个水。有水。我准备要做训练。酸梅，酸梅，什么酸梅？酸梅。你胃里有酸梅，嘴巴有酸梅，你脑子里都是酸梅。就是不要停太久了，对，因为会比较晕的。啊 ，OK， 很辛苦了。那个昌宪又吐了。等一下，不行，来各位，我们赶快准备，等一下要准备出航了。那胃里面已经没东西可以吐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赶快进行动作了哈。好好，加油，加油。都白了，拜拜。